有关于网络流传一则白马在道路上狂奔的影片。这个案子呢，是发生在113年的1月2日的早上8:05，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宝生东路的68号前面。贵仁分局员警获报到这个路段去搜寻的时候，这匹马匹已经由饲主自行带回，幸好没有造成任何的交通事故。后续也依照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84条的规定，致单举发。贵仁分局呼吁，输纵或牵系禽畜宠物在道路奔走，妨害交通者，处所有人或行为人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的罚锾。请饲主或管理人应善尽管理责任，以避免发生事故衍生肇事责任。